Kurnakutuas, Yam Toshifintim, and a Wimbia Wodin. Fujit toss tie each other in Jimokan Tabum, Nenam Turin. Dangi Wurinchimata Amisa Oskun, Jai Xi Jinping, Banjita Arbon, Shugan Yen Sishamba, Shumidam Tachim Furgachima, Tanguminga Tumum Vilanda, Bacham Girjama, Sakan Quaranga, Huarang Jai Ilibramba, Anam Ashantofi, Sakan Quaranga, Gosa Toxo, Fujerigalin, Mizianing, Dangyan Turama, Kupchi Yirga Adanaraba, Jaffa Koma, Umyan Choktosun Hajin, Bakhtam Bumbika, Huarang Jamba, Fujerge, Kamye Bibo Huaramba, Bi Yilima, Bi Danama, Bi Mia. Mim 每天早上我们起来都会打扫我们的院子，因为院子的卫生干净了，我们的心情也会好。我们会在这个干净的环境下一起享用我们的早餐。我的姥姥种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花，因为她是一个很喜欢美丽的一个老人。我喜欢这样的院子，因为这种院子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愉快，让我的生活变得美丽。 特殊托索主婚给的亚马，以及那个把的各模个人行情，我用主人家开成有关不差不。特性包括结成在主婚出大屋的铁克一个二货，在有人的有什么一样的木库。托索目前国家托索应能把的和的把和二天上岸。恩伯官恩伯官，三行款的华人开成个六千，两米干加上火车的半截文不二的二日春。 格人虎出来群众把阿提夫也获看不嘛，在韩国人家不华人一里不然的阿达的嘛，华人个真经济把的人把那是空嘛，那特个托托米拉索把特性打死了把扎发过嘛，国萨托索打死了把活不崩皮，亚夫汉话温坤把把特出了白特皮，学过亚夫汉，特别和亚夫汉，一日个亚夫汉把胡总个胡子嘛，可你一个婚姻某人出国这给扎个把乌军夫子那皮，乌军一个白人的做工把。 我们是打造了140多户这个民力庭院的善后，主要是这个通过前期串串引导群众这个积极投入到环境卫生整治中，通过这个平民等多种的形式。 各族群众参与到这个民力庭院打造中，让大家来这个爱护环境，爱护自己的体验，其实通过项目资金支持，对打造的渠道提醒改造，这样的各族群众的积极性很高。 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都提升了。看起俄罗斯人的力气，国共就国三年，华人客栈亚夫肯花博打死他的博，国三托索印登巴德拉博的博安比布布嘛，国三托索牛的舍得为了让博登尼个嘛，在奥斯顿树根也一里不让博树米了的扎发库嘛。 个人虎出来群众把亚罗马、华人客栈、托索把特性打死了的阿达的马，今年在韩国人家亚夫肯花一里不让把消费，国三托索办几万一车批人把阿给。下一步，我们火红乡将进一步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继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打造育儿坦村、法治示范村、火红旗村党建引领示范村等一村一品。 借助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为打造美丽宜居、幸福的火红旗而努力奋斗。 看国家格拉姆托索耶，孙扎明阿姆香妃海棠馆，嗯，给的乌托皮，别的更就的给。弗拉洪福建海棠馆，哈林嘎嘎的大拉什皮，我们些采看花人阿萨布，可米特殊托索，阿姆采看花人阿托布阿集中会，格里乌西尼干多些帮登提格的爱心托皮客会。
韩前俄罗丹尼格的切目前县宁巴拿乌伦在白苏弗罗乡阿尔伯伯特苏了拜特皮冲突松哈前不占图皮克克格伯巴德了摩看过萨格拉姆托索耶枪飞海棠国提人特伯弗罗巴德海棠国乌摩协先图会图皮克乌心一根色经海棠国伯塔腾皮克马黑北京火屯队的集合图比克胡达西李伟成而这些的暗部我相为海棠国偏不出现安逸色的不安庭归他们阿子的母童根本也还不是也恰的不把马的给我们那个从北京过来的现在在这个坎上吧大约订了2000亩的这个相为海棠就是可以说在一地地区订了500-600多户了就是莫吉是个不特务的俄拉尼德格拉姆托索宁乌古的孙占明阿姆香飞海棠国伯提人特务给香飞海棠国提人特务的塔嘎拉车库也安巴克的俄里拉多乌新一的根子提人特务给托在西伯巴黑提人特务的北国李新强乌达尼提人特务的杜隆布的尼克皮俄拉尼尔金比尔格的巴奥东嘎什给提人香飞海棠国伯黑龙江广东这给巴起乌萨姆哈姆我在咱们插线砍向格拉姆村一共种植了1200亩地的香飞海棠，经过这5年的努力，果实品相各个方面都挺好的，亩产量现在今年可以达到800到1吨的产量，销路也比较好，今年的果实呢销到咱们的黑龙江、河南，还有一个是那个长沙的。重点这3个地区的客商已经都在这订了货，其中前一部分咱们就有一批，就是1000多件，咱们已经好像他们搞到已经出口到泰国，因为要为说是为咱们这个海棠打一个品牌。香飞海棠国伯塔腾别的给他误处理的隔离托了我白奉这个主播的库总伯阿生多么多许伯们顶替给莫及是个不疼不得爷爷命令的一兰堂做了的托所一根伯白堂海棠国伯别的给我是杏花村的我们海棠果树的我们过来摘我们一天大概能赚130块钱我们这几天在持续组织周边富余劳动力在果园采摘务工每天有300人左右在家门口就业的老百姓们都非常积极与此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帮助种植户对接收购打通销售渠道帮助群众增收致富特经我企业向飞海棠果伯别的个热点格拉姆托所以托所主位摘托所的对象特和为了让我们一三多么他的梦车的多么不多的皮无心土气所把梦场土气的胡钻石给现在我们这个园子已经有4个客商在这园子采购每天的采摘量在15吨到20吨我们持续的采摘期应该在9月的中旬要全部结束预计就是我们的采摘期要在总共的时间是20天全部把它采摘完可是他这个车给他的车速台一车顿进节目可是他把是给他把你喊起码是给